还去我们家绿茶开的炸鸡餐厅啊。庄小姐请等等吧，让我再为你唱首歌。我真的忘记了，拜拜。绿茶半年大赚600万，翻身餐饮大亨，露西派私密约会地点曝光。有人说我跟这个姐姐哦在交往，有婚姻啊。哦，我这个刺激哦，真的不是追求哦，还去我们家绿茶开的炸鸡餐厅啊。24岁露西派被爆料有了38岁新欢张小姐，哎，还是绿茶牵起了他俩的姻缘线。Blair 的露西派否认交往，双方只是绿色聊天的网友。而见证人绿茶也说了，他们确实去过自己在大道城开的德鲁纳炸鸡店，但是绿茶透露露西派当天跟张小姐是巧遇，没有刻意约。张小姐，请等。让我再为你唱首歌。我真的忘记了，拜拜。话说嘞，勇者绿茶在前年疫情期间开了德鲁纳餐酒馆，料理跟调酒都走韩式风格。店内大概35平，扣除人事成本以及每月租金14万，前半年就有600万入袋哟。去年7月也在大道城开了第二家分店，该店现在每月平均营业额80万，看来是夯都不行的约会好地方。会把你吃干抹净哦。因为餐酒馆赚钱，绿茶也被韩国餐饮业者相中合作，在 YouTube 频道经营吃播，介绍台湾赞赞的餐厅。但是我们吃播呢，跟其他直播是不一样的，我们是通过游戏来告诉大家都来到底是什么。海鲜饼大家都知道，有海味呢，有里面有虾子，最后一个挑战任务就是由我们的姐姐选一道菜让你们吃，三口之内表达出你觉得最好吃的表现。我们来一个家常的东西，冻粉 OK。太多了。绿茶第二口，谢谢你刚看下来。我这样看下来的话，来大白菜第二口。太不卫生了吧，姐姐，你真是好选哎！这里3天3夜，我从来没有到过啦。